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提升上海科创板 Star Market 的上市质量与投资吸引力。这些措施包括改革市场定价机制，支持企业并购，优化融资活动，以及鼓励员工股票激励等。此外，还将推出更多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s 和衍生品，如指数期货和期权。CSRC 主席吴清强调，这些举措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并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生产力目标。吴清的发言还重申了对市场不当行为的严厉态度。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文章由记者张世东和米亚卡斯塔尼奥共同撰写，详细介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发布的一系列针对上海科技创新板及科创板的改革措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复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周三公布了一系列详细措施，以提高上海科技创新板的投资吸引力。这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后不久发布的。吴清在讲话中强调，将推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这次改革的措施包括八项内容，旨在提升初级市场定价机制，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并购支持，以及优化筹资活动以促进研发。此外，还将鼓励员工使用股票激励，并引入更多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 和更多的衍生品，如指数期货和期权。吴清在论坛上表示，这次改革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并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生产力倡议。此外，他还重申了对市场不当行为的强硬立场，表示将通过增加股东回报和打击欺诈性上市及会计造假，恢复投资者信心。他还指出，将与相关部门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本进入资本市场，并重点支持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对核心技术的早期和更好的投资，以促进科技产业的良性金融循环。这是吴清自今年二月出乎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以来，首次在该论坛上亮相。吴的任命曾重新点燃了投资者的热情，导致中国股市在连续三年下跌后反弹。五月，外国投资者连续第四个月大量买入中国股票。吴清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些有利措施，包括限制新股供应，提高新上市公司的门槛，以及对上市申请人的现场检查更加严格。这次改革的背景之一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疫情后的复苏阶段，仍面临诸多挑战。五月的数据显示，工业生产低于预期，房价下跌加速，虽然零售销售有所增长，但整体经济复苏仍不均衡。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显然是为了提振市场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中长期投资者。从政策角度来看，这次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针对科创板的单一市场，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质量。吴庆提到的初级市场定价机制改革和对并购的支持，旨在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市场的稳定性。这对于一个希望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从历史背景来看，吴庆曾因在上世纪末关闭了约20家破产券商而被称为券商屠夫。他的这些经验和决断力或许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所需要的。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职经历和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经验，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市场和政策背景，这些都使他成为推动这次资本市场改革的合适人选。然而，市场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应却有些复杂。文章提到，科创板50指数在改革措施发布后下跌了 0.7%， 反映出投资者对小型公司的担忧仍在。这说明，虽然政策导向积极，但市场情绪和信心的恢复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具体措施的落实。从国际视角来看，这次改革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考量。科创板的设立和发展是为了培育本土科技巨头，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当前，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改革措施可以被视为中国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战略应对。
除此之外，这次改革在具体措施上也注重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吴庆提到，将优先考虑监管，以减少金融风险和投资者的困境。这表明，监管机构正在努力在市场自由化和投资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对于吸引更多的中长期投资者进入市场，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总的来说，这次改革措施的出台有望增强上海科创板的市场吸引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自立自强。但与此同时，市场的反应表明，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担忧仍需解决，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需要时间来验证。未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努力，以确保这些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并最终实现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Morning coffee, fresh off the press, reading headlines, feeling blessed.Keep turning, stories unfold. Every moment, news gets told. Flipping channels, clicking tabs, feeding my mind's hunger grabs. Facts and figures, images bright. News keeps rolling day and night. Headlines,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Scrolling,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